2015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三分之一，大家依然忙得不亦乐乎，娱乐圈也不例外，有人忙着结婚，有人忙着捞金。翻开各大网站的娱乐板块，似乎都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赵薇。大片一部接一部，随便投资一下也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近日又有网友曝光，赵薇又忙着拍写真去了。照片中赵薇化身野性吉普赛女郎，妩媚烟熏妆中透着成熟与性感，看来小燕子对烟熏妆真的是情有独钟。早前赵薇就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蓬头烟熏妆照片，并自嘲一抬眼都不认得自己了。微博潜水的王菲忍不住评论道，这么大的眼珠子得多费电呀。而赵薇也不示弱，继续调侃道，你乃歌坛大眼女神别谦虚。不少网友围观两闺蜜逗趣，搞笑评论道，电费又要涨价了。